社区历史文化繁荣商业经济，由华埠历史文化协会北美常用药展览馆主办。2024年华埠车展将于9月1日星期日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三藩市华埠刀板街隆重呈现，免费入场。超级名贵跑车、收藏级古董车等将于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社区中国城与你近距离接触。当日还有综艺节目助兴，下午3:30古典名车巡游，不容错过。欢迎你带同家人朋友欣赏名车，品尝华埠美食，城中盛事华埠车展。